彩钢复合生产线生产工艺，材料准备：一、彩钢卷进入指定料架；二、泡沫板或褶岩棉、玻璃丝棉等新材进入入料机附近；屋面板压型备用。一、先将彩钢卷放置于压型机入料架处；二、将彩钢板引入压型机。三、经过压型后进入入料机待命。四、彩钢卷进入主机并开启胶泵。五、待胶水滴落均匀后开启刷胶板。六、主机启动，新材入机。七、整体复合。八、根据需求切断。九、打包装车。